西跟光芒之战的赛前，大谷翔平四十轰四十盗的里程碑就在眼前，就差一次盗垒，一支全垒打。但是他本人不急不徐，面对每一次打击。四局下半，他先送上小菜。腿球球球冲出一垒安打，上到垒包之后，他还要继续跟时间赛跑。大谷翔平跑出本季第四十次盗垒成功，速度之快，连光芒的捕手 Rob Brantley 球都还没有拿好，只能眼睁睁看他上到二垒。现在就差一支红不让，欧塔尼桑就能跨进四十四十俱乐部。蓝帽军跟光芒僵持着3-3的平手局面，来到九局下半。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这个男人，在满垒两出局的时候登场，道奇的球迷统统拿出手机迎接这一刻的不可思议。First pitch, fly ball right center field. Series going back. He's at the track. He's at the wall. 40-40. Walk off grand slam. No way. What a moment. History. 连主播都不敢相信，棒球之神又帮大谷写了英雄剧本。明明要达成四十轰四十盗有各种方式，但是咱们的股神就是要用最帅的那种方式。欧塔尼上生涯第一支的再见满贯全垒打名留青史，他确定成为史上第六位单季四十轰四十盗的球员，同时也是史上最快达成的那个男人。We now a part of the 44.もちろんそれも嬉しいですし、何より勝てた、最後に打てたことが本当に、ドジャースに来てからの今のところ一番の思い出になっ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成功加入四十四十俱乐部，大谷翔平下一个目标就要挑战史无前例的单季五十轰五十盗。华视新闻林春威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